我现在在台湾博物馆内，这一片呢，主要是展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脉络。我看到前面这块木头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浮雕，过去是原住民他们这个作品，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原住民的代表叫排湾族，现在这个族已经没有了。这张照片是当年，随着日本进驻台湾，当时有一位伸手之助在1905年拍摄的这张照片，反映的是排湾族的男女。刚才有一位老先生给我讲解，说到这边过去在日据时代有8族或9族之称，而现在可能台湾有10几个民族存在，有可能是以前的一些民族裂变的，那么这个排湾族很遗憾它不再存在了。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他们当时留下来的木制品艺术品，有这个像人一样形状的这样的一个木雕，然后呢，这个呢是带有一点人脸的特征，木材的质量非常好。这边有一些当年的这个陶器，生活中的用品。那有一些老照片，通过这个视频播放的老照片，早期来到台湾的一些日本人，他们留下了很多的文字和摄影作品。这个麋鹿的个头还很大，请继续讲。这是他的形象，他们已经从好望角绕过好望角，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经过那个台湾海峡、黑水沟，可能船只翻覆了以后，这一个船只翻覆以后呢，整个船分裂掉了，他的船头上面的神像哦，漂流到淡水。嗯，淡水当时被一个台湾的移民捡到，淡水。后来一个日本的法官到那边去巡视，看到把它收购。这个法官回日本时就把这个送给博物馆。后来博物馆所有的大部分博物馆展览是都来借这个，来代表台湾第一次跟世界见面的一个象征的东西。可是西方人来到台湾的象征。对，可是雕刻的人物不是台湾人，是他是可能是希腊的哲学家。有人说是荷兰人的一个宗教改革者，也有人说是西亚的哲学家。我刚才看到这个几个地方好像现在展品很少，是因为现在在维修吗？在维修，在整理。哦，地下室在整理，3楼这边、3楼这边在整理。因为这个博物馆100多年了。100多年的今天的节目啊，你是大陆来的学生吗？我是北京过来的。你在哪儿看我的节目 ？YouTube 吧。我现在正在用 YouTube 在做一个啊。哦，你在直播吗？不是直播了，录播吧，算是。这台湾的水路。啊。台湾水路是施文豪，300多年前施文豪第一次来到台湾，发现这个水路以后做成标本，送回欧洲去。哦，是世界外国人第一次看到台湾的哺乳类动物。哦，他叫水鹿是因为他喜欢在水里吗？他是成群结队在水草边上面，吃东西的水鹿，大型的。台湾水鹿是大型的动物。对，看起来这么大，有点像马一样。当时我们以为，后来我们以为他已经绝迹了，
前几年在那个台东纵谷出现的。哦。最近有人在那个阿里山附近也有看到。真的有这么大吗？这么大。哇。这是真的标本。真的标本，就是跟它的实际，哎呦，这个很大。这个差不多了。那一只就是也是刚刚讲的斯文豪啊，这个英国的那一个驻台来，当时是厦门的领事啊，他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在淡水跟移民买的，买了以后做成标本送回英国去，后来这一只就好像现在大英博物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有一只类似的东西。他这个算雕还是鹰？就像鹰，雄鹰。雄鹰啊，现在很少能看得到了啊。有，台湾现在有。哦，还有。最近这两年来，那个我们有一个老高中老师，花了很大的功夫哦，好几年的功夫去拍那个老鹰，拍了一部电影叫《老鹰回来了》，老鹰回来了。啊。然后那部电影在前两年一直在播放哦，影响很大。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老鹰重新出现。对。你为什么会对我的视频感兴趣？哎，我也是那什么，啊，就是，其实也是就是整个被共产党洗脑了很长时间嘛。所以要反洗脑。对。啊，你是来你是来旅游吗？还是在这上？来旅游。啊，我呢是到台湾来参加这个活动，六四事件30周年的一个国际研讨会，应该是今年在海外最大的一个活动。什么时间开？已经开完了，开三天，啊，对，开了三天。你知道在香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开这样的会。啊，对对对，香港已经，本来应该是在香港开的，结果香港那些人都过来，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人都过来。在美国按说是有条件，但是呢，反而没有在台湾组织的好，所以台湾这次组织的会议非常成功。就是，这。那么有兴趣，我送你一支台湾凤梨。哦，谢谢谢谢。对，这个很多大陆的年轻人不知道，中共过去干的很多的事情，3年大饥荒，饿死4500万人。有都研究过。对。什么沈志华、秦晖，他们讲的很多，还有什么？其实你可以问自己的老辈、长辈，就是说如果长辈也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了。对。他们因为当时信息不开放。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跟孩子说，多少家里人都是知道一些。我觉得，嗯。我觉得他们可能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不愿意让孩子。有可能。另外抗战是怎么回事，我想应该都知道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这些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天安门屠杀的事儿，很多人都不相信，而且看了照片看了视频还认为是什么做出来的，完全不相信。就是，这个这边什么有会有什么活动吗？六月计划吗？还有这，对，你要是有兴趣我看怎么来通知你，你留个邮件邮箱地址的话，我让他们给你发通知什么的。但是我自己本人，我明天就去日本。日本还有好几个系列性的活动，啊。这是过去的海报，我不忍心丢掉它，捡过来。啊，这是你自己叠的吗？叠的。啊，谢谢谢谢，这是算鹰吗？就雄鹰。这是不是你刚刚那边有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凤蝶。凤蝶。哦。宽尾凤蝶。宽尾凤蝶。哦，这个是那个最大的是吧？台湾最大的这个，对，宽尾凤蝶。啊，好的好的，谢谢。这一只是我们那边博物馆的异手龙。哦，一块异手龙，对，这一只。哦，异手龙是吧？对，哦，也可以飞。好的，谢谢谢谢。可以飞，可以飞的。好，我这一段就先。